透过歌声来认识我吗？我不需要你为我而改变什么，你只需要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渴求，对我的渴求。设计的了，虽然暖暖也帮了那么一点点点点的小忙。我在游戏里添加的好友能变成现实中的朋友吗？想喝点什么吗？陪你喝果汁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很荣幸可以参加十二月剧团的演出，我从小就很喜欢十二月剧团，这样就行了吧？我还要说什么吗？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
的话就休息一下，换个环境出去玩玩吧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，往往潜藏着更多危机。不要总是这么早就，啊，已经中午了吗？翻塔到处都有摆着水晶球的占卜小铺，稍微留心一下就看得出漏洞，但还是会有很多人相信。茶跟咖啡，你喜欢哪个？苹果联邦服装集团的创始人在和你说话呢。
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台上完全顾不了自己唱得怎么样，看录影的时候才发现只是有一点小走音而已，一点点。你喜欢乐仪队的表演吗？随时服从命令。你想要我的武器，我的军队，还是想要我？